单打，而且还是盗垒成功。哇，这个球偏掉了，直接漏到了捕手后方，也让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。七分差啊，对，没有这个十分差，因为、哦、对不起啊，对，十分差，对，因为有这个提前扣斗的这个制度的关系，所以在六局，哇，宜兰县队本来前四局只有1-0领先的局面，结果现在取得了10-0，直接扣斗对方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等回来有赛后讲评的时间。